帮帮龙出动，玩具总动员。啊，是小超人，他正在窗边休息呢。咦，是个蜂窝。等等，小超人，你想要干什么？不行，不能拿石头扔蜂窝。活该，谁让你捣蛋，这下被蜂窝压住吧。韦斯、爱奇小队，看来要麻烦你们帮帮小超人了。啊，大家要合力搬开压住小超人的蜂巢，加油啊。不好，蜂巢里的小蜜蜂也受伤了。幸好有佩莉在，让她来为小蜜蜂治疗吧。小超人虚心认错，他请大家帮忙把蜜蜂的家送回去。可是这任务看起来好像并不简单啊，该怎么办呢？哈哈，原来韦斯想让斯东用吊板把蜂窝送回窗户上。可是蜂窝实在太重了，斯东根本拉不动。啊，是钩子。韦斯怎么让艾奇把蜂窝搬下来了呢？哎，只把吊板挂上去有什么用呀？哦，他们想用跷跷板把蜂窝送到吊板上。哇，成功了！接下来，帮帮龙们想用透明胶纸来固定住蜂窝。搞定！看到蜂巢被修好，小蜜蜂们都乐坏了，这下能回家喽。小超人，以后可不能再乱恶作剧了。快点击这里，订阅我们吧。